日历135 US。看一下名牌，全日本135 US 杠3，看一下。三个阶梯，驾驶室，都还是原装的，这个整个护垫架就好一点，压泵，这个是做事的时候昨天碰的。看一下屁股，这个大屁股，你看还带了一个摄像头，摄像头的后置摄像头。现在6000多个小时，驱动子链条全部是原装货。大臂，小臂那里中间脱了汗了，小斗子，原装斗子，全进口货。这个是50铃动力的。上去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碰撞了，这个车不好上啊。下旋转马达，这里面藏着的旋转马达，这块盖板，发动机，看一下，发动机还是很干燥的。这个毛毯是为了保温的。紧凑型的，这个摄像头像一个眼镜蛇头一样，在这里。这个车子主要是这个管子烂了，不好维修，其他的还可以，这几次还是耐造了。